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短小精悍，又非常有意思的对抗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是 TH 潮汐猎人，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Fox， 目前韩国的职业第二大兽族啊，实力很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一个红色的亡灵，他的 ID 简称 CAS， 那平川也去看过他的直播啊，是我们一个中国人，但好像人在美国。他的打法呢相当的有趣，那经常的话打完之后他会总结，然后找出对手的一些弱点，一击击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他会选择怎样的战术。首先看看开局啊，首发的是小强地穴领主，这个开局还是有点非主流的。我们看一下这边 Fox 选择的是剑圣的首发，剑圣开局打的还是比较的常规，商店的话造的比较具有进攻性啊，造在外面，这样剑圣练完之后直接可以买药膏是吧，直接冲对方，然后呢造在外面还可以做一个侦察眼睛的作用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亡灵小强首发，然后是出小狗，一般小强的话可能会出蜘蛛，但是蜘蛛小强一般是英雄出来的比较晚一点，这一局他选择是小强加上小狗的一个打法。这一局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啊， Fox 呢反正是中规中矩是吧，一看对手的 ID， 哼，不是职业选手是吧，我只怕 happy， 其他人问题不大。好， Fox 的话开局我们看一下上来直接整个什么道具好呢，买个贵族头环吧，现在的话是头环争霸是吧，头环一般都要买。好，先把 TP 给卖了，买一个贵族头环，然后过来去看一下把对方的点一练。小乔我们看一下，小乔走出祭坛之后卖了 TP， 买了腐蚀之地啊，本以为他想开矿，没想到他往对手家里走了，而且很细啊，哇，这个打法相当奔放，开局是吧，造好祭坛用完就卖啊，商店也卖掉，祭坛卖掉，商店卖掉，然后偷偷的走下路过来，而不是走中间，应该是研究 Fox 的开局是吧，知道你中间大概的一个走向，那我从下路过来打你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局我们看一下 Fox 的话是单地洞开，只要亡灵过来让你地洞造不起来， Fox 这一局就走远了，这职业选手用的还是本族遇见一个黑业余玩家啊，当然他的分数也还可以啊，在欧服天地平常看了一下有2100分左右， Fox 呢大概是2500左右。好，来了，上来的话直接拆你地洞，那兽族如果地洞被拆，这意味着后面可能啊这个英雄出不来。好，地洞刚刚好，可惜直接要被拆了，完了，这里造了两个通灵塔卡住，你剑圣还进不来，那剑圣只能慢慢拆了，里面我再造一个通灵塔，这个战术太针对了。前期的话 Fox 啊没有怎么去侦查，如果你去侦查了可能就不会被这样搞翻车了。好，开局的话 Fox 我们看一下家里的话，地洞第二个地洞造不出来了，卡人口啊，20-21，即便你奥本好了你英雄也出不来，那这样你把你最后一个地洞也掀翻，最后一个地洞掀翻，连小苦工都没有地方来躲了，怎么办？那剑圣补补药膏，一个人好像扛不过啊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， Fox 直接打出 GG， 我们恭喜啊这个 CAS 的一个玩家，他呢也是一个小主播，大家有空啊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